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众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众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众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请看大经国注第1034页，1034页，第一行，从开解看起，从开解看起，开解者，心得开解，心得心开得解也，欢喜即闻法其慧，自然欢喜。业得变供者，皆谈鸾思云，即得如意，还同三辈往生，居住神通，变供诸佛，于诸功德随意修习，具足弥陀本愿。这段文上一次昨天看错行漏掉了，这从来没有过的事情。这什么原因呢？人老了，所以说老糊涂了啊，确实上一次我在台湾老同学聚会，徐显明老师、江一泽老师也多时没见面，大家聚在一起谈到我老了。徐显明今年90岁，江一泽也80岁，告诉我提笔忘字，从前老师说过李炳南老居士老师老的时候90多岁的时候，他走的时候97岁，时间过得很快，现在轮到我们这一辈了，确实有提笔忘字。经本翻开看错行，自己没有觉悟到，没觉察到，以后同学们要提醒我
啊，真的错了行了，要马上告诉我。那这一段呢，我们还是要把它补出来。啊，上面引号里头是经文啊，这个经文要从前面的意思来。啊，是在讲从33页1033页倒数第三行，即得王以无量寿所，这一句经文啊，这是说摄其罪本，身自悔责，求利彼处，忘昔事中过失尽矣，然后乃出。即得王以无量寿所，听经闻法，久久也要经过一段时间，真的开解了。开解是什么？对佛经佛不怀疑了啊，对自己有信心了，这两个很重要啊，他就能够见佛闻法啊，也有像三辈往生的菩萨一样，有能力，有神通，遍供无数无量诸佛啊，这是极乐世界无比殊胜之处，比十方诸佛刹土都还要超过啊，因为极乐世界往生的这些人，他们能分身，能化身，分多少身，化多少身，能力跟阿弥陀佛一样，能分无量无边身。这个事情通知诸佛刹土来说，十方世界过去现在未来已经修行成佛的人数无量无边的，不是数字能够说得出来，无量无边。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都有这个能力，不是自己修得的，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，让你得到，有这么大的能力。所以极乐世界圆满成就就特别容易，除了听阿弥陀佛讲经之外，你能分无量无边身，能到十方诸佛刹土供佛，供佛是修福，闻法是修慧，每一尊佛讲的经不一样，你把诸佛如来所讲的一切经
不止一部大藏经啊，一部大藏经是释迦牟尼佛一尊佛啊，3000年前在印度出现，49年所说的一切经典，今天翻译成中文，称之为大藏经。啊，师尊49年所说的，很有限的，怎么能跟极乐世界比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到现在十劫了，他说多少劫？这十劫当中一直到现在，十方诸佛说了多少劫？只能说无量无边。无有数量啊！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佛的智慧。当然，你的疑惑断尽了。对于诸佛如来的智慧，再不疑惑。你见到了。亲自听到了，亲自接触到了，啊，不是听人说的。所以坛南法师说，即得如意，还同三辈往生者，在极乐世界500年，我们人间500年，花开见佛，见花一开见了佛了，就跟三辈往生完全相同。三辈往生的人有智慧，对佛的圆满大智深信不疑，有神通，自心化他，至于圆满。在极乐世界，无论是智慧、神通、道力，都可以说随意修习，详细的你就看第六品阿弥陀佛的48愿。48愿是佛说的，阿弥陀佛亲自说的，世尊释迦牟尼佛我们没听到啊，释迦牟尼佛听到了，看到了，啊，佛的天眼、天耳，佛的神通，参与这个大会，啊，为我们转述的。我们怎么知道？我们听释迦牟尼佛说的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是亲耳所闻，亲眼所见。不再怀疑了。
下面这一段劝之疑心厉害。这段经文不长啊，我们看经文，如阿逸陀，阿逸陀是弥勒菩萨，当知疑惑，与诸菩萨为大损害，为舍大利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阿逸陀就是慈氏弥勒菩萨，世尊重唤其名，叫着他的名字，叫着他的名字就是有重要的开示，叫他注意听。啊，其他另外有一个意思，就是警醒大众，专心倾听。当知疑惑，与诸菩萨为大损害，为舍大利。是故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。这个地方要注意，信佛无上智慧，同时要相信自己，自己自信跟诸佛一样具足无上智慧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包括我们自己在内，并不是指我们在外啊，我们本来跟佛一样，丝毫欠缺都没有。现在是不是？答案告诉你是，只是你现在迷了。怎么迷了？你有怀疑，不就是迷了吗？很现实的吗？给你讲，你不敢接受，不敢相信。我怎么能跟佛比？啊，佛太伟大了，我们算什么？殊不知，同一个心呢。我今天这个身相，居住这个环境，是自信变的。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也是自信变的。同一个心，变出来的相不一样，那是语言不相同。啊，佛疑惑断干净了，贪嗔痴慢疑全没有了，连习气都没有了。所以他现出来的境界叫一真法界。我们今天住的这个法界叫十法界，十法界就四圣法界加上六道轮回，叫十法界。为什么会这么复杂？这么多的法界，解释语言不一样。啊，前世修的是善，简单的说，修无界是善，这一生的人生呢，他只要到人间来投生出生，肯定是前世修的无界是善啊，不是这个缘，他不到这儿来。如果上品是善，到天道去了。到天道，大
大家的缘还是不相同，所以天有二十八层，一层比一层殊胜，这么个道理。啊，经上这些话念了，引用这么多的经论来做注解，帮助我们起信，所以应当要相信，不应当再怀疑，这是佛的意思，祖师大德的意思。啊，念功华念祖老居士的意思，我们要感恩。啊，至于菩萨何有疑惑，这个凡夫有啊，有疑惑，菩萨也有吗？有，所以经文上菩萨与疑惑为大损害，为舍大利，菩萨也不例外，全小菩萨，华严经上所讲的是性位的菩萨，没见性，所以他对于这个法门不相信，不接受。佛才说八万四千法门，如果都能相信，释迦牟尼佛省事，不必讲经教学四十九年了，讲这一部经不就普渡了吗？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为什么讲这么多呢？这个法门不相信，讲八万四千，八万四千真有，不是假的。确实有八万四千，八万四千再延伸就是无量法门，无量是圆虚。对什么人说的？普遍，对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说的。不是我一个人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佛有无量法门，众生无量，佛法无量，只要契机你就得度。啊，机缘不同，所以说这么多法门。佛在此地最重要的意思是劝导我们，要像大菩萨一样，像弥勒、等觉菩萨、后不佛。佛的法运过去了，将来接着到这个世界来实现成佛的就是弥勒啊，弥勒是后普，释迦牟尼佛佛位，
在这个世界教化众生。啊，无量寿经抄里头所说的大乘凡夫名菩萨语，或是众说众菩萨生疑惑者，即是大理。可是大理，这个大理就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。纵然是菩萨，生疑惑心，不相信，不到极乐世界去完成学业，全都是失掉大力啊！大力是指这一门呢、啊，真难信呢、啊。我对于佛在经上讲的这个法门，一行难信，我深有体会。年轻的时候，广学多闻，啊，去学习大经大论，这个法门，最早禅云法师介绍给我，我没学。啊，第二次李炳南老居士三次劝我，我没接受，我跟他学楞严，学华严。学般若，啊，甚至老师，我记得最后一次介绍给我说，自古以来，多少比我们智慧大的，比我们德行高的人，晚年都修念佛法门，求生净土，给我们做出榜样，我们就可以试试看。如果有，那多幸运；没有，就算了。说出这样的话来劝我，我还是疑惑，不能接受。一直到我85岁那一年，也是讲到这些地方，认真反省，80多岁了，住世不久了，就把来生呢，很认真的来思考了。来生怎么办？如果不能修行正果，肯定还是搞六道轮回。搞六道轮回，我有把握升天。我一点都不怀疑。啊，出不了轮回啊。轮回路线呢、啊。天上寿命长一点，天人也造业。也有迷惑的时候。那时候怎么办？
想起过去老师对我那么关心，那么劝导，我就接受了。无量寿国也讲过几遍，净土无间都讲过。所以不想再搞轮回。娑婆怎么比也比不上极乐世界，应当要去。一生没有遇到缘，那是没办法，业障太重。遇到缘而怀疑，我们对佛智不怀疑，对自己怀疑。除了这条路，没有第二条路可走。要想脱离六道轮回，脱离十法界，这是一条康庄大道。一生当中决定成就，这个事大了，不能不当真了。所以把大经大论统统放弃了，现在网络电视里播出去的都是从前讲的。佛经有个好处，听不厌，学不倦，要努力。从这经文上、注解上，看到佛菩萨，看到祖师大德慈悲心切，恨不得帮助我们个个往生，皆大欢喜。最终菩萨生疑惑者可设大利，故凡夫故当迷信也。这劝导我们，超的意思很谦虚，没有做决断。居必者矣，这个笔者是黄念祖老居士，朝中两说军师说得好。其一，我等虽是居住凡夫，若能真实发起菩提心，皆是初发心菩萨。什么叫菩提心？我相信有极乐世界，不再怀疑。我发愿求生净土，这一念就是菩提心。为什么？你发愿求生净土，就是发愿做佛去了，到极乐世界就保证成佛。成佛干什么？成佛普度众生。所以真正发心求生净土，就是真实发菩提心。那么这个就是华严经上所讲的初发心菩萨。你还没有到极乐世界，还没离开六道轮回，
大家已经称你是初发心菩萨，而你自己要肯定，我真发心，我不是假的，不是骗人的。论著说，此无上菩提心，即是愿做佛心。愿做佛心，就是愿度众生，众生心。度众生心，就是摄取众生生佛国国土心。啊，摄取众生生有佛国土心，永远有福，不会间断的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那是佛的家，佛常住的地方。佛到我们这个世界来，是现应化身。释迦牟尼佛现的应身。有佛，有菩萨用化身到我们这个世界来啊，像虚云老和尚莲谱里面说的，他四十多岁的时候发心超五台，将超五台的功德回向给他妈妈，从普陀山三步一拜，拜到五台山见文殊菩萨，拜了三年了。没有相当的毅力做不到啊。当中有两次生病，都在旷野没有村庄的地方，生病怎么办？遇到一个乞丐，乞丐看到老和尚病倒在地上，照顾他，帮助他找草药把他治好啊，他问这个乞丐的名字，乞丐告诉他，他姓文，文章的文，吉祥的吉，文吉。问他住在哪里，他说我家就住在五台山。他说五台山的人都知道我。啊，第二次生病又遇到他，也都是把他治好的，所以他很感恩。到五台就问大家，你们知不知道有个文吉？要饭的，没有人知道。到五台山顶，文殊大殿，拜完佛，向大众请教：你们有没有认识五台山有个文吉乞丐？里面有人告诉他，那是文殊菩萨了，你肉眼凡胎你不认识。他恍然大悟啊，这个化身两次生病跟他相处一个月的时间，不会错啊。菩萨常在世间，遇到有难有灾有难的人，他来帮助，应化身。所以只有极乐世界是如来常住，是他的道场。他虽然分无量身、化身
到十方世界去教化众生，他的本身在极乐世界如如不动，在讲经教学，佛以一因而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，这个描写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讲堂再好不过了。所以摄取众生生有佛国土心，我们做得到。我们遇到学佛的人都劝他往生极乐世界，好啊，他已经修别的法门了，对他赞叹，他不想改变，我们不破坏。到他哪一天感觉到这个法门没有把握，有这么一个念头起来的时候，就可以劝他放弃，念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有把握。海贤老和尚是好榜样，这个好。敬业行人，若发如是心，亦就是初发心菩萨。我们依教奉行，自己修这个法门，也劝别人修这个法门，大家认真努力，没有第二个念头，决定的是好。我们再看下面经文，敬业先生若发如是心，亦就是初发心菩萨。这个心未发不能成菩萨，发这个心就是菩萨。为什么？这个法门保证你一生成就。你现在虽然不是真菩萨，是准菩萨啊，稳稳当当，你一定到极乐世界去做菩萨去了。天台为别教之行为菩萨，如空中之序，成佛不定。像棉花，絮絮像棉花，棉絮一样，在空中，随着空气上升下降，不定。是故，初发心菩萨，实有退度之患。这个要知道，先发了，过几天忘掉了，毛病习气全出来了，怎么办？其二者呢，彼为众说，意思是讲，纵然真是菩萨，唐僧疑惑，上舍大利，是以我等凡夫更不可思议。
这两个说法，念老肯定不相违背啊，并不相违。大理就是经中真舍之理，所以汇集本明显给我们标出来，这个法门有三个真实。真实智慧，真实的利益，千万不能错过。底下接着说，十方婆伽梵住真实慧，开化显示真实之机。真实之机就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啊。所以这个经上讲三个真实啊，真实之机，真实智慧，真实之理。难知难解，地球上70多亿人，几个人遇到，几个人有缘见到这个经本，不容易遇到，难知难解。下面这是比喻，如有昙花，稀有出现，叫昙花一现，说明昙花开的时间短，而且都在半夜。啊，花开完了就开始凋谢了，到第二天早晨，花就枯了，稀有出现。今天难逢难逢，难闻难闻，而不信受，辜负佛恩，故云为舍大利。真的啊，下面是念老的话，宽慈净土法门，一尘愿海。一尘就是无上尘了，超过大乘菩萨，直接成佛的大愿了。六字洪名，现愿持名，你就能真的不退转。你看这三个三转四，第一个信，决定不怀疑极乐世界真有，阿弥陀佛真有，持名老老实实念这一句佛号啊，海鲜老和尚的好样子，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这六个字念了92年，112岁，前年2013年往生，
没有劳苦，没有病苦，没有死苦，这三桩事情最难得的。遇到这三桩事情，这叫大福报啊！没有劳苦，没有病苦，没有死苦。如果不生极乐世界，他不是念佛，决定升天。啊，什么是真正的福报？这三样是真正福报：劳没劳苦，没有病苦，没有死苦，自在往生。难得啊，所以说是乃真舍利众之最真实也，是大利众之最大者也，于此不信永舍大利，那就太可惜了。如千手经里面所说，若于此陀罗尼生疑不信者，当知是人永摄大利，百千万劫中轮转我去，无有出期，常不见佛，不闻法，不读僧，见不到三宝，跟佛没有缘，是名疑惑，为大损害之意。那反过来呢，像说《往生经》里头说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正心世间，爱要世间，劝导众生，说者听者，悉皆往生阿弥陀佛国。若有如是等人，我从今日常使25菩萨护持世人，常令世人无病无恼。念老讲《十往生经》里这一段经文写在这个地方，告诉我们一桩真实的事情：你要真信，要真愿，要真念佛，就有25位护法菩萨日夜不断地照顾你，谁看到？谁知道？这桩事情，如果你问海贤老和尚，他一定告诉你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他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，啊，20岁出家，师父就把这句话教给他，叫他一直念下去，他念到92岁往生，啊，念到112岁，念佛念了92年。他可以给我们作证呢。啊，
这25位菩萨护持这个人，常令世人无病无恼。护法神保佑你，若人若非人不得其病。这一句很重要，这是什么？冤亲债主，这一生跟人结怨，过去生生世世所结的冤亲债主，他来找你啊，他找你报复你啊，你这个麻烦大了。那么有25位菩萨保护你，他们不敢进你的身边啊。我们自己修行，要将自己修行功德常常回向给这些人，化解这问题啊。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啊，是若人若非人不得其便啊。这底下是行住坐卧，无问昼夜，常得安稳，是名信受之大之人。大理啊，信受之大理，何须何从？其身四之，我们这个路怎么走？我们要依什么人？找个靠得住的人，依靠他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在哪里？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就是阿弥陀佛的真身。啊，下面又给我们说，依傍，依傍的人不少。他的结果怎么样？这有啊，这个经上又说，雨后言佛体，或有比丘比丘尼见有读诵是见者，或向成会星海汇报诽谤。由是谤正法故，世人现身之中，来至诸恶众变，深根不绝，龙王阴牙，水中鬼魅，坐卧不安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，或乃至死，堕于地狱八万劫中，受大苦恼，百千万世未曾闻水蛇之名。你说多可怜！酒后得处，在牛马猪羊为人所杀，受其大苦，这是还债。厚德为人，长生下界，百千万劫不得自在，永不闻三宝之名，那就是永远不能超越六道轮回，这个多苦。是故无知
无信人中莫说是经。为什么？怕他们造业造重业，我们希望度他，最后把他送到阿鼻地狱，那就错了。阿鼻地狱里面寿命多长？这文讲得很清楚，80,000大劫。真可怕了。厚德为人，真的是魔术。旁言两见，身行一线，只在当人一念之间，但所中祸福悬隔天缘，历劫无间，这指世间。故云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。后头就是为这一句，总而言之，这一句话重要，要常常记住，不要忘掉。明是有智慧，信是不怀疑，诸佛确实有无上智慧，有无量智慧。更要相信我们的缘分多难得啊！得到这个缘分，多么欢喜，多么荣耀！只要一教奉行，这一生等于证无上菩提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休息到此地。